练气功啊，对啊，所以深蹲，我在，我今年还要跑，明年要跑21呢。不说都问深蹲，来问一下，今天大家都在讲深蹲，可以深蹲几下了？陈志忠说可以深蹲255下，那你平常有没有这个习惯？你可以蹲的比他们多吗？我早晚都在练气功，那气功本身就要蹲马步，然后还要深蹲，大概每天15分钟，早上晚上，所以大概30分钟。但是这个深蹲的这样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练习嘛，我觉得不用特别注意，就是其实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时候我跑步啊，有时候我骑脚踏车。那我今年骑到彰化，明年我要骑到台南。然后跑步的我去年跑5，今年跑10，我明年要跑21。希望我们能示范。其实大家就是很简单啊，深蹲其实蛮简单的啊，就是你还是要做好。然后往后坐，坐下，再放上来，就是每天大概不是只有20下吧，今天大概50-60下，可以超过20下就对了，绝对可以超过20下，就是你要把，主要是要练那个肌肉吧，我们核心肌群，这件事情我觉得对长辈是很需要的，尤其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缺乏运动，所以我也是这几年开始运动之后，身体就越来越好。对，就那个，因为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有电视辩论会登场啊。目前有没有要找人来模拟对手？因为像柯市长2018年有所谓的柯黑特工队，那你有相同的规划吗？我已经准备24年了，我明天就可以辩论了。那会找人来模拟对手吗？每天不是你们就是我最好的对手，因为到时候会有交叉提问的部分。是啊，有没有哪些政策是最想要质疑这个来？我想大家都会提出，因为我是从在市政府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市政的状况都非常熟悉。那大家提出的政见，我们当然都会提出讨论。我觉得这就是公共议题的辩论，这是很好的事情，不用特别去设计什么。我觉得是要让民众看懂。你到底要选什么样的市长？对，因为昨天柯市长有特别提到那个财政的纪律，那你怎么看林楚瑩在批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二倍金办成补以及2.4亿的私幼学费补助，他认为说柯市府反而没有做到财政纪律。台北市的财政纪律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我们8年还了570亿，然后我们的债息从29亿降到4亿，我还是要说台北市的财政纪律。可受公平，但是绝对不会盖出一个12亿的球场让球员受伤。黄副，你怎么看说早上的时候还蛮多的小鸡们是跨区跟着你一起哦？那现在是不是也鼓励说可以小鸡一起？那当然就是是不是也是输人不输阵？我们的行程都会通知大家，那他有空的话就一起参加。我觉得这件事情，地方的盛典是一个好事。那没有什么跨区，因为很多区域都是有不同的人，都可能都在各个选区，其实都会参加。像这种宗教的盛事，它本来就是各个区的人都会到那里去。我觉得参加活动不要把它每天都想成选举吧。黄副怎么看说今天也是你参选以来第一次到这个木栅的在地行程，那之前一直没有安排是因为担心说这边可能比较多的长辈就可能比较难打入吗？我只是没有告诉你们而已啊，我到底来多少次可以问董事长。我跟各位报告，副市长期间只要庙中村庙有活动，他就是一直都有参与。像中村庙每一年的那个年安公审查，副市长都是亲自参与，还有三茂计划也都是他是无一不战啊，这个是我可以证明，他非第一次到木栅来，是来了 N 次。包括但是早上那个活动啊，陈时中有酸说，就是因为可能您有先走嘛，似乎就有暗酸说这个他才是在地连接比较足的，那你怎么看？第一个我去葫芦丝的时候，他们都还没见过他。这个葫芦丝的活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在地方上，大家就是在地连结。我刚刚早上先走，是因为我去社子市场，我跟他们约好了，所以不用特别去比较这件事情。大家的盛事，全部的人都是非常开心的去参加。宗教的盛会不要变成政治人物操作的场域。OK， 谢谢。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